他前面说了一句话，就是从那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哇，这世界已经毁灭了吧？真怪嘞！哦，这么凶！吃我的 LE 哦！血太多了吧！欸，我四十几级被二十级吊打，这奇怪了吧？是说我知道提灯怪超强，可是也不会。哦，你就是戳就好啦，干。哦，干。干他妈的！我知道你超强，可是不是这种强法吧？干，充满技巧打 A， 直冲公路好 OK。哇，三 KM 哎、欸，这什么鬼？别打了，别打了，哎、欸，过不去哎、欸。这是会自爆的意思吗？这什么鬼？会自爆的骷髅，你看过？还有一只吗？我、哦、太多了吧，好恶哦！哎、欸，这边是度假村哎、欸。哦，烦呢、欸。
好，不要再撞，不要再撞了。我认输，我认输。来，你看你比较厉害，我要走了，拜拜。我看到这条路才出现，才注意到的是度假村。这个度假村是原本的那个度假村，哎。两只哎，都给你打就好啦。哦，龙珠交易有没有打完？哎，那怎么没死？算了，不重要。哇，真的要我走三公里哦？这是怎么样？知道怎么玩？要我走三公里？不会吧？真的假的？妹妹没有交代，欸，没有交代。恶魔什么？恶魔强？啊？这是音乐，是打王的音乐。84级耶，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对，对巨人放那招好像是抽取。太好笑了，尾巴用在这种地方。哎，我是不是走反了？好像走反了。感觉后面应该会触发事件之类的吧。为什么往回跑？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那样，哎，就那样，没有关系，了事。要沿着公路跑，切西瓜会死。好 ，OK， 谢谢。我努力活下来的。どうした、アンブラ？何か来る？事件吗？哎，视角不能动了。3km 就是3000嘛，你要跑13分才及格哦，13分半嘛。誰？タルコットハスタです。祖父がアミシティア。啊！到底过多久啊？はい。マジか。マジです。ノクティス様ですよね。啊，配音要换一下吧。干过10年哦。はい、そうです。え？ああ、ノクティス様、変われって。会ってからでいいよ。会ってからって。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じゃあ。这什么鬼？你是同生一马吗？关十年。またお会いできて。在戒指里面过10年，好，谢谢。あ、お前もでかくなったな。そうですね。あれが10年前だから。10年。お、水晶桃。みんな
喜んでると思います。あいつらはどこに？基本的にはレスタルムです。ハンマーヘッドにもちょくちょく。ん？工場まだあそこにあるんですよ。哇，这样子过十年了。ドリーさんが作業に出向く時の護衛や荷物運び。对啊，十年后。十年后的西德尼，大家看看长怎么样哦。皆さんハンマーヘッドの近くにいるそうなんで、そこで合流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ノクティス様の姿が消えてしまってから完全に夜だけになったんです。明かりはレスタルムのメテオだけが頼りで、人はだいたいそこに集まってます。他の場所は？死骸に襲われることが増えたんで、廃墟になってるとこばかりですよ。ハンマーヘッドも整備工場としてはほとんど開くことないですけど、死骸退治の拠点にも使われたりで、人は出入りしてて、一応まだ店やってるってのは本当に珍しいんです。要帮忙找西德尼，好 ，OK， 没问题。哇，那个剑是火箭呢，超酷。生きてますよ。でも何度か体調崩して、最近ちょっと元気がないです。レスタルムに引っ越してからかな。工場ともども移動するって話もあったんですが。西德搬走了。工場だけはあの場所にって大騒ぎでした。あれの場所が変わったら別物なんだって。まあそう言いそうだわ。シドニーさんも気にしてないから、工場はしばらくあの場所かな。今のシドさんはイグニスさんの届ける新鮮な魚。イグニス还可以去送料理。死骸が増えて、やっぱりイグニスニス有办法送料理，这你敢信？今はイリスとコル将軍が中心になって死骸退治を各地で請け負ってます。グラディオさんたちは。しょっちゅうそこの手伝いをしてますよ。クー、あいつは。特にプロンプトはハンマーヘッド中心に。でも今シドニーさん仕事人間だからな。イグニスも言ってます。最初はみんな止めたんですけど、どうせ暗闇だから目が見えても意味ないって。見えないものか。そうですね。でもイグニスさんはだいたい一人で平気って感じです。実際グラディオさんやプロンプトも3人常に一緒って感じではないんですよ。それぞれ仕事を受けてて、一緒の時もあるし、そうじゃない時もある感じで。反正全世界都看不到嘛。着きましたよ。皆さん本当に喜ぶでしょうね。あ、我不会卖食材啦。我不会卖食材。もし何か聞きたい時にはいつでも話しかけてください。食材我是不卖的。这边的路，这边的怪物感觉都很照规矩来啊，都不会跑到马路上乱搞。我们来找西德尼吧。哇，十年呢？十年没洗的衣服。哎，这只是长胡子而已吧，不要骗我。随分遅かったじゃねえかよ。哎，大叔发型变了，变帅了。本当に帰ってきたんだな。うんだ。た。待ちくたびれたぞ。他们从八加九变成长了胡子的八加九啊，还不是一样？話が。中で聞こう。十年后第一餐就是日清。前往王都因索姆尼亚，哇！就展开最后一战。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哇！这边直接卖圣剑哦！我操，太博龙大剑，贝贝 key 哦。没关系，山不转路不转。魔导盒，哦，这个两万五，这是逼我卖吗？
先凑到10000吧，至少买一把武器。凑个20000看看，太伯龙大剑啊！另外两个这么长时，就不用帮他们换装备了吧？应该是不需要了。我们这么长时就不用买了啦，欸、应该可以升起来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欸、干！你自动升级最强装备哦、喔，啊也是啊，毕竟你都过了10年了，装备比我好，好像很正常哦。有道理，我想太多了，你比我有钱很正常，没关系，那我自用。伙伴都最强武器，真的。我不看聊天室原因是因为我干这边一堆人准备爆我嘞、欸，一堆人准备爆我嘞、欸，懂吗？所以我不看聊天室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要买补品，我等一下会买。我们补品应该是够吧，应该是够吧。好，这个买一个一根啦，两根啦 ，OK 啦，很给面子了。不是，现在还没有人爆，可是我觉得我不想赌这种东西，懂我意思吗？没有，现在没有人爆，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怎么讲，欸总之就是，我觉得你们想讨论就让你们讨论，然后我也不想阻止你们啊。但是我不想被爆雷，最好的做法就是我不要看聊天室。我之前打逆转裁判是不是最后一张都这样子？是不是？欸、我打到最终章都是不看聊天室，都是自己打，欸、所以很正常。对，我不平可能再买一点好了。然后我出包就让我出包，没有关系，不用提醒我。哎，感谢大家。被洗脸就算了，我说真的，我觉得拓荒被洗脸还好啦，我觉得还好，自己觉得还好。因为也不是第一次被洗脸，还蛮常被洗脸的，所以是还好。打看看这边的怪物吗？我要先找那个谁，我要先找希德尼。
またどうぞ。那装备都自动升级耶，不错。那我刚好换大件。那反正都要破了。老四哦，那西德尼嘞？西德尼，西德尼大大。西德尼不会奶子都垂了吧？干，也不是不可能。这边进不去吗？西德尼也顶多也才三十几岁而已吧。三十几岁有在保养应该是还好，他没有保养就当我没有讲。我要找希德尼，我猜应该没有什么变吧？你看我们基友室基友团都没什么变了，史克威尔应该不会这么认真重新拉一个模吧？有这么认真吗？我看一下，结果发现他就在里面。我看这是希德尼哦，应该不是吧？这个吗？该不是吧？哦，黑色粒子在同温层取代臭氧层，原来如此。红色项圈加什么？大幅提升 HP 回复速度吗？感觉不是很靠谱。好啦，给他点机会，我们试上看。故事都换。哦，这个插图是。突然就进了最终决战，真的是看不懂。桌上是克劳德大剑吗？我们过去看一下哦。这个有点像是大型刮胡刀片。来找一下其他地方。黑色粒子增加报告。黑色粒子是疟原虫突变。哇，死害不止！哇靠，原来是一切都是死害的问题。哎，我找不到希德尼哎。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お話しします。お、元帝国軍の人も協力してくれてます。前は傭兵をまとめてた人で。おお、ダチ。おらねよ。ああ、やっぱりご存知でしたね。あそこは強力な部隊だってコルシオが言ってました。アラネア隊、ビッグス隊、ウェッジ隊と人数も多いし、頼りにしてるみたいですよ。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お話しします。そうだ、帝国なんですけど、うん、皇帝も将軍も死んだってグラディオさんたちの報告があって、国として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整个国家都没了，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哎。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我们完全没有复国道哎，完全没有复国。世界突然就毁灭了。って話もありました。これはイグニスさんがかなり気にしてて、ルシスにゆかりのある人物なのかって。
暴雷吗？先不用，没关系。昔の文献を調べたりしたんですよ。还是没有找到。付き合わされたのか。啊，你们可以跟我，可以跟我讲那个什么，西德尼在哪边？不思議な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かなり昔の資料に同じ名前があったんです。アーデンイズにあって、当時の人々が死骸に襲われたのを助けた人物ってなってました。でもその後、死骸として捕まえられて、いろいろ調べて結局人間だったみたいなんですが。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お話しします。死骸についてもちょっと分かってきました。ああいう生き物がいるんだって僕なんかは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彼らは元は人間なんだそうです。何か病気みたいに人にうつって、その人が死骸になってしまう。でも治す方法もなくて。みんな退治するしかないって。十年後找不到西德尼跟妹妹哦。何でもお話しします。不意外。点击神户流牌，我等一下看。不意外啊，我不觉得他们会重新拉一个模组啊。アコルドも死骸が出るからって、結構な人がルシスに逃げてきてます。というか。国内因为你看，连我们基友四人造型都差不多了。人が来てるから。帝国の管理が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って、その上死骸も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って。イリスとコル将軍が避難を誘導して、今の王都にいるのは多分死骸だけです。子供の頃暮らしてた場所だし、僕も寂しいんですけどね。取り返すよ。あ？そのために王様になって帰ってきたんだし、約束したろ。覚えててくれたんですね。まあな。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ジャリーデルセア。ノクティス様。おじいちゃんのことを覚えてますか。我忘记了。あの時僕言えなかったことがあって、おじいちゃんが死んだのは。哦，我想起来了。僕のせいなんです。町で帝国軍の人に聞かれました。僕が王都の人間かどうか、一人で来たのか。对，找不到人呢。どうしたのか。君のおじいちゃんはすごいね。大きなお屋敷に勤めているってことか。王家の人とも関わりがあるのか。だとしたら本当にすごいと僕は素直に答えました。その後すぐホテルにその人が来たんです。わあ。でもおじいちゃんは本当にノクティス様たちのことは話しませんでした。な。小朋友不懂事。全然お前悪くねえじゃん。子供じゃねえんだから。わかるだろ。小朋友没想太多。こういうのさ、言えねえ方も聞けねえ方も苦しいんだよな。言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な。主角人超好的。いいか。お前のせいじゃない。ジャレットも絶対そう思ってる。これは王様が言うんだから絶対。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图片可以下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谢谢。我再研究一下怎么把它打包起来。旅のご無事を。祈っています。晚点的研究怎么下载？基友造型就是没有什么变啊，头发稍微变了一下。找不到西德尼嘛，对不对？没有十年后的西德尼，也没有十年后的西德，全部都升起来了。好，存档，打架。看我这么久没有存档，好，我去下洗手间，马上回来。我们要最终决战。OK， 我截图还蛮认真截的 ，OK 的。
欸，这个我看不懂欸，这区这个我看不懂，这个看起来像是，看起来像德文。所以我们要怎么离开？要怎么去决战？用走过去哦，五公里耶，大哥。还是叫小侦探带我们去。因为只剩这边有灯嘛，对不对？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お話しします。旅のご無事を祈っています。跟小孩讲话就可以决战，好。僕に分か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お話しします。旅のご無事を祈っています。欢迎加入我们千星绅士聊天台。找不到欸，要去点铁门，好，谢谢。準備か。あれ切る時が来たか。誇りに思う。基友没什么变，倒是还 OK。腹引っ込めとけよ。因为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本来就是变化最小的年纪。好，那小事情，哎，小事情而已。席德跟席德尼都搬去雷斯塔伦了。好，谢谢。看，这合理不让他们出现啊，这超会。哦，你还可以再煮饭哦！哇，太阳眼镜呢，大升级。他眼睛是张开的，但是应该看不清楚。我们直接吃最好的，这个看起来超好的，哎，好像也还好。完全免疫中毒效果。这个看起来最棒了。哎，等一下，大哥喜欢吃这个，哎，有看到？还加暴击率，这感觉就是不吃这个不行。还没有日清泡面了，好吧？暴击加三十，但是伤害只能打9999。意思是这段打完主角就离便当了。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啦，就是视力差了一点，小事小事。
哦，戻ってきちまった。所以游戏一开始是最终决战。ようやくね。待ち望んでいたんだがな。本当。城まであと少しだ。ああ。决战袍 ，OK， 这个应该还好。连接攻击强化这个是有了。哇，必定炮击也是太酷了吧！幻影剑我很少在用，好，各位大哥，你们要活下去哦，要给力一点哦，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救你们，你们要自己保命。炸裂弹！啊啊，够了，算了。好了，剩下的留着吧。好，那个好，那个翼龙真麻烦，嘿，我这边先打一下。不会吧？等一下，名字叫圣剑，然后你造型，哎、欸，造型有变，好，没事，那行。这把叫做圣剑迪兰达尔，商店买的。各种吹捧最厉害，来。四人で戦うってのは，啊，造型还是一样啊。哎、欸，啊，没事没事，有变有变，只是很只是不好看而已。いろいろ思い出すな。今の俺らなら。对啊，这穿整套才帅啊。对啊。这套才是十年后的造型吧。這是什么？好像虫类的东西。这打得赢吗？哎呦，干一个就挂了。大哥，你们有升级吗？你们过十年等级的是比我低，怎么会这样啊？这打不赢吧？知道怎么打了、啊？
不知道怎么打。知道怎么打。干爹救我！烧烤螃蟹，劝你不要惹我，我干爹。前面有床可以睡觉哎。シカドだ。行けそうかな。前面有床，我该回去睡觉吗？不会吧？有保哦，这个保镖都是简勇的，没事。我以为这个保镖是 FF10 的保镖。没有加最大值系啊！哦，这这么大、啊！这怎么打、啊？隔挡就是技巧。哎呀，这怎么打、啊？这个，这感觉后面要全灭了，我应该回去睡觉吧。我是不是走反了？还要被嘲笑？チームワークってのを見せてやれ。我干。受挡了吗，大哥？还会放小蜘蛛哦，干！打到一半还可以生小孩哦。
那我们卡点了、真的哎、原来是 bug 幻想。谢大大放水。緊張しなくなった。まあそれなりには。要走地下道。对对对，谢谢谢谢。哎，感谢感谢。哎，哥子。哎，我现在就是少看少看聊天室。さて。这么几只，两只都打不赢吧？是哦，只有龙虾打不赢，好 OK。人都死了。哇，大哥也挂了。好，我最后还是 pass 好了，我们先绕跑。欸，走错了，走错了。欸，哦，全灭了。我应该没有那个吧。我应该没有不死鸟之吻。对，应该没有，继续独挡吧。对啊，打完还是逃跑好了。他这边设计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是说也没有错啦，你看，毕竟这边放了10年石骸超进化，好像很合逻辑。这样讲是也没有错。地道在蜘蛛那边，好，谢谢。来找一下哦、喔。然后他最大 HP 这个设计，我觉得很脱戏。就是你死掉再复活，你最大的 HP 会一直降，除非你吃圣灵药。可是这个游戏钱这么难赚，所以它一些平衡、一些小细节，说实话没有做好。HP 上限是4个。哦，这么前面哦，大哥，这也太前面了吧！连 AP 都没有点，一直是我装备还没买。哎，有啊，装备有买。是说快速回血其实没有什么。
既然队友都这么容易死，那我们还是 AP 留起来给你用好了。这个感觉可以试试看，这个感觉 OK。毕竟现在打的全部都是死态，急救措施啊，这个你们不靠谱啊，撑起来，给你们布我用。等待。好，先这样吧。怎么满脸沧桑？因为过十年后，对，他就精神时光屋。さて、とうとう帰る準備か。あれ切る時が来たか。誇りに思う。ああ。腹引っ込めとけよ。我很好奇，现在日本那边对这个游戏的评价。然后左边进去，然后这次我们知道要吃保命的，要吃血加多一点。哎，刚才那个加500好像已经是最多了，加魔力其实意义不大。有没有免疫青蛙效果啊？好像没有哎、欸，那我们还是只能吃这个。主要这血加最多了，还是只能吃这个。胡子可以增加防御力啊！才 2.5 颗星，好，谢谢。啊，因为他没有做完啊。那很多地方很明显都是被赶鸭子上架、啊，这不是完成品。应该可以再延久一点吧。做不完就延期嘛。感觉之后应该不是出 DLC 就是来一个什么15之2之类的，出个15之2资源回收。你看我们这样死一次，然后就要大毒挡两次。哦、这套真的帅、欸。嗯，ようやくね。
待ち望んでいたんだがな。本当。城まであと少しだ。ああ。最好是这个游戏敢出完整版啊，就被干到翻了。我跟你讲，会被干到翻，这不可能啊！你看，这样看起来超帅，是会等。いろいろ思い出すな。今の俺らなら何にでも勝てんじゃない。这个游戏不能出补完版啊！你出补完版，不就承认自己没做完？是不是？这不可能出补完版，出补完版真的是在刷仇恨的。我要去存档了。在里面睡觉。哎，还可以买饮料吗？哇！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可以经典。主角老这么多，因为是过十年。啊，标好你不是标好你进度在前面是不是？我想说你不是有玩，因为已经十年后了。主角在京城时光屋待了十年。雷元素已经满了。抽好抽满，我觉得老了比较帅。哎，进度慢是好事，慢慢打。哎，真心推荐你慢慢打，这个游戏前面还蛮好玩的。ここで休めそうだね。助かるな。必要があれば使おう。哎，啊，怎么进去休息？对啊，其他是王者之间的队友。之后再研究。好，存档。这只螃蟹打不赢吧，就直接撤退。连干爹都打不赢，我们就撤。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吧？快逃啊！
这就是活下来就是我们的胜利哦，不解释，活着就是我们赢了。打的一把，对。地下道だ。行けそう。哦，痛哎！起来！哎，干！グラディオ。砕けちまいな！哎，我料理没了，靠腰睡个觉，料理就没了。算了，反正都没了。被暂停了。OK， 不要打，直接老跑啊。但是我头都洗一半了。高架这么帅，就被倒了。ありがとうよ。終わりだ。好，找到了，这边就是地下道。王城中新苏当模型，好，谢谢。充满技术，然后都要死掉，还要技术。前のままだね。懐かしいな。よく歩いた道だ。人がたくさんいたよな。早く元に戻してやろうぜ。对啊，你看路边的螃蟹是比王之力厉害多了。わかってるな。行くぞ。为什么不能靠腰？为什么不能放法术？看我都要挂了。まだまだ頼むわ。
了吧？还有，然后剑神不知道出来干嘛的。你看酒神还会出来帮你打9999，剑神不知道来干嘛的。隔壁棚的酒神 carry 多了。近づいてきたか。カニめ、足がすくみそうだ。頑張れ。まずお前が進まないと。ああ、分かってるぜ。父や、なぜ今。这是贝西摩斯吧？嘎，长翅膀的贝西摩斯怎么打？魔法也太潮了！啊，各位大哥活下去哦！哎，来了！干爹来哦！哦，干妈！哇！怕后面不够用吗？好，谢谢，谢谢干妈，谢谢。哇！谢谢干妈，谢谢。やったな。谢谢干妈，谢谢干妈。好球，好球，好球！艾迪那边等我们等了10年呢，辛苦你了，大哥。
遠心イフリート、人を愛した標人と。欸，所以我们没有抽到六神呢。彼がお前たちを出迎えたいそうだ。じゃ、待ってるよ。我们没有抽到六神。原来这边是达伊夫里特哦。哦，原来是这一段哦。哎，大哥，你的脚嘞？大丈夫？一旦隠れろ。引きつける。ロクト、こっちだ。开场就要死哦，哎，大哥。次が来るぞ。援護するよ。この…くそ、行くぞ。これが…等結束之後…这是和我伊芙里特长得最像人的一次。哇，怎么打？哎，为什么不能补血？哎，看四座主角打水神的那段，这么变超赛这么帅，啊，结果只有我一件事而已。哦，叫我干妈了，不理你。哎，干，干妈，哦。干，这出玩具一定卖，这玩具一定大卖，不解释，买，快出，买。当狗爬，哇，这对我们简直发赖。有看到我的睫毛膏吗？还没出就想买，没错，买。这边六神一定要出场啊！你这边如果不出场的话，火神就破格了。消し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の？早く消し止めるぞ！哎，干空大，妈的！
く直そう。面目ない。想像外に厳しい状況だ。拍照，拍照，哎、欸，打才打个位数哎、欸，啊，跟正十位数，不好意思，数学不好。打一点点而已啊！我一笼罩打不通，怎么打？那怎么灭火？好吧。吃我暴雪哦！感觉应该是要破头嘛，破头就不会出岩壁，我懂。这样也太帅了吧！
挂，一刀就挂了。靠！哦，大姐别送了，干妈，好球！哎，主角不发抖了，不抖了，谢谢岩神大大。干，爽到你！爽到你妈的！碎片呢？何か言ってる？光を取り戻せってさ。平常召唤一直发抖，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因为那个，一定是因为岩神有帮我们加热。城に爽死，帰ってきたんだな。玉様でもう少しだ。主角的衣服啊，帅啊！明るいね。あいつがつけたんじゃねえか。ああ、俺たちを呼んでるんだろう。エレベーターは機能してんのか。ああ、使えそうだ。樱花盾呢？这个是超强超强装备，超强防。哎，伊格尼斯大大，你要活下去哦。你是我们的重要战力，真的，你比我们想的重要很多。我们补血都靠你了。手厚い誘導だな。いいさ、無駄足踏まないで済む。啊，要最终决战的时候穿的比较帅。欸，是不是应该存档一下？欸，等一下帮我找一下剑神那一段是什么时候？我剑神跟火神，我们剪十八来哦，那真的是太帅了。哦，存档存档。哎，这边不给保存哎，太贱了吧！对啊，没有他就天天吃泡面，真的，那超重要。你就是超重要。
这套游戏里面，你如果买豪华版就有这套了，它是 DLC。我应该没有记错，对啊，你这是超重要，真的。次は王の中。アーデンのそこかな。好き勝手しやがって。すべてテンション上げていこうぜ。好，欢迎加入我们清新健全聊天台。決着をつける。这个造型帅多了。这个造型配主角原本的啊，这个衣服配主角原本的发型，跟原本的脸也不好看，就是一定要配这个才好看。啊，自己家搞得跟迷宫一样。陛下にお会いする前の緊張を思い出すぜ。ああ、この場所に来ると、俺も出発の日に来たんだよな。遠い昔みたい。あと少しだね。あ、不是好像很久、是真的很久啊。已经十年了。一开始就这个造型好像要 DLC。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プロンプト、写真見てもいいかな。あ、いいけど。一枚だけ欲しい。持って行きたいんだ。啊，选照片原来是这边的意思。わかった。じゃあ、ほら、選びなよ。原来是这个意思。いろんな店を回ったり、街を歩いたりも楽しかった。干，这个也太会了吧！新鮮だったな。这个也太会了吧！这段很厉害。你拍照这梗铺这么久，都是为了这一段哎！哦，天哪，这太会了。这梗铺这么久哦，何の写真？じっと見てるね。这张不错哎，35记起来。我们这个时候当然要选基友团啊，那什么时候我们在选妹子？看一下气氛好吗？哦，这张不错。戦ってる最中の写真もいいだろう。对啊，战斗中的照片不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说的真的太好了。你们这时候还在想妹子？看一下场合嘛，好不好？手を止めたか。それが気になるのか。哦，这张不错，35/71。みんなで遊んだ時の写真はどう？どうした？这边少一个人。呵呵，哥哥被挡住了，可惜。这张也不错啊，35/71/84。这个音乐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超火哎、欸！这张也不错。哦，这张好啊，这张好了，94。这梗真的铺超久哎、欸！天哪！何の写真？じっと見てるね。84超级欢乐，后面都没有什么合照了吧？后面都是打架的，我们挑84好了。哇，这真的超会、欸。出航する日に。
啊，刚刚有一张很欢乐的，对不对？啊，四，好九十，好，这张拿九十四好了，九十四，这张不错。いい写真じゃねえか。じゃあ、没有泡面照。それだね。我没有拍泡面，应该说我的普罗普恩特没有拍，没有拍到照片，没有拍到那个。八十四不错啦，八十四不错。我最后再选的就是九十四跟八十四这两张选择照。干，右边的是谁？残念なお知らせです。ここ座りに来たんでしょ。もう空いてないってさ。お前に座る資格はない。そこは王の椅子だ。待ってた。你主角他哥吗 ？OK。待ちくたびれてイライラしたけどね。やっと OK を未来ごと潰せる。他那个照片是用召唤出来的啦，你们太认真了。執念深か。玉座にいるのか。ああ、すぐにつまみ出す。あそこは俺の椅子。下次也可以打架。うわ。何をした？これは俺たち王の戦いだ。無駄なものはいらない。さあ来い。ノクティス。那都是假的吧？那都是幻觉，那都是放来嘲讽的而已。終わらせてやる。最后决战是单挑。好像。该不会在最后一站我还会迷路吧？应该是不会哦。欸，要怎么过去啊？哦，原来这个可以爬。欸，也不行。欸，基友，难怪说不要帮他们买装备，因为买了也没有用。从这边出去，好，懂了。何も知らなかった非力な王子がどこまで成長できたんだろうね。質問させるな。おお、太会召唤了。
这边就要提醒他也是王，因为你会用他的东西，他都会用。我们直接用万灵药好了。洗脸都饱了。他会上来吗？我看一下。好像不会。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耶，怎么打？原来要触发 QTE， OK。我原来是九九，好 ，OK。我找不到他哎、我差点就被冰了。算了，你看他还有十字弓哎、欸，他装好我太多了。扣太少吧，大哥在哪里？找到了。
哎，被看不起啊！有很多王五不是放在主线，有很多至少一半吧。我以为他也有哎、欸。干，这是我挂的意思吗？幸好我还有凤凰尾巴。干，你无法阻止我的破关之路啊！我今天就是要破关，很晚。该又挂了，哎，谁叫你不买补血？哦，这招怎么可以这么中二啊？我不懂哎、欸，也太二了，干得好、啊！王的财宝啊！どちらが先に倒れるか。我的 AZOE 最后也是这么热血，可惜 AZOE 没有电脑版。歴代の王様たちじゃないか。使命を果たす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と。父親が死んだ時、バカ騒ぎして遊びほうけていたガキが。恋人が死んだ時、疲れ切って横で伸びてた間抜けが10年程度で俺を超えたと思うなよ。俺がどれだけ闇の中で生きてきたと。めめめめめ持ってる。あれ。え、干、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闪不了招？这边是必输吗？只能跟他硬干了，我不能躲招哎、欸！我没有十字弓啊！这是要把十三王才都拿出来用就对了。问题是我没有这些东西啊。全按到底，好 OK。米果了，还在抓青蛙，还在看修车妹了，来。无法反驳，他讲的没有错。終わったね、王様。死骸を排除して平和な世界を作るのか。俺をまた歴史から消し去って。でも、
今度は眠れるだろう。目を閉じろ。もう目は覚まさねえよ。先に行って待ってるよ。还真的是蛮香哎，最后那把是我爸爸的剑。他爸爸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护手，要有一边应该是要可以折的才对。你可以看看主角拿剑的姿势，是那个手腕是不是凹得很别扭？我刚刚开了 VIP， 原来如此，好，这些。艾丁最后是蛮帅的啦。那主角应该要便当了。前面巴哈有讲吧？国家沦陷了，我们先去钓鱼，真的，先去钓鱼喂猫。そうなる。頼むぜ。拜托你了，该去死了。頑張って。プロンプト。グラディオ。イグニス。あとは頼んだ。常に。胸を張って生きろ。三季友躺着看戏。どうか。ご無事で。陛下。帮我撑十秒，你看，像死态都凭空长出来，凭空长出来。这中间隔十年了，至少隔十年了。おやじ、一緒に過ごせて幸せだった。干，好帅哦！我说帅是指气势的帅，不是造型的帅。撤退！干，一回家就是要领便当，还要变成下一把剑了。
嘎。对啊，他们绝后了。说圆桌武士吗？这个是他爸爸。对，这个应该是他爸。这个剑是他爸的。这么快又见面了、靠腰，手把放在旁边呢、欸。哇，戒指也没了。他是说，艾丁一开始变成反派就是王家造孽啊。いいから準備。行くぞ。せーの。ほんとないわ。ないよな。ノクティス王子。調子に乗りすぎたな。しょうがないでしょ。なんとも幸先の悪い。グラディオ頼む。なんだ。一人で押してくれ。バカ言ってんじゃねえ。でも俺ら手離しても変わんないでしょ。プロンプト。話してねえだろうな。那个有没有出力是気持ちの問題。ニコに席変われ。さっき勝ったばっかりだろ。干，这样结束哦，被搞烂更刚好而已啊。你这结局收得让人这么的，这么哭。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那边应该是回忆。
哇，这个 OP 兼 ED 真的很会。欸，这个照片都是我挑的欸，这超会欸。这边因为版权被消音，好，谢谢。这边 ED 放玩家照片超火欸，真的超火欸。这超火耶！お前ら押してるか？押してるよ。押してる。もう近いはずだ。结婚游戏，啊，这游戏这个梗真的铺超久。好烦哦！对，没有女主照片。因为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旅行。病原虫怎么来的？有交代吗？4人でキャンプなんて久しぶりだ。干，可以不要这时候补这一句吗？干你你啊！そうだな。哎，这个很故意耶！可以不要这么虐吗？明天就要去死了啊！打输艾丁是死，打赢艾丁也是死。病原没交代好这些。他刚才说好久没有这样四人一起露营。どうした？俺は。全然出てこねえな。对，打王前的最后一页。俺な、覚悟して帰ってきたんだよ。けど、
なんかこうして。他不想打我。お前らの顔見たらさ。他不想打我。悪い。がやっぱつれえわ。我对这个主角评价好的地方在于，他是他砍，就是他，他不是圣人，他不是圣人，但是他 EQ 真的是好。干，这真的是充满干意耶。这真的写的真的是，要怎么讲？啊，这四个人感情很好啊。みんなどうもな。有王子没有王子的价值。我嘞，お前らのこと好きだわ。
なフレーナ。息子に指輪を届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知っての通り頼りない息子だが最高の息子だ。ありがとう。
My gone。 这个照片有办法直接汇出，直接打包吗？打包成档案之类的。哦，原来每套装备有不同能力值哦，都没有知道。我以为他只是 skin。 好，帮我问一下看看怎么把他的东西打包起来。我觉得他的那个什么拍照这个系统很棒，真的很棒，超会。三年前13吗？好 ，OK， 我再看一次，感谢。我再来看一次，我昨天看过，晚点再看一次。好，要等好，没关系，感谢你哦、喔，感谢菊勋。知道怎么打包之后，我就把它抽出来，看看能不能放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直接做个档案给大家啦。现在要怎么回到十年前啊？我没有看到狗哎、欸。哦，对，原来是可以叫安普啦。
好，感谢。怎么讲？我看到结局之后，突然觉得还好，还好他前面，还好他前面剧本乱写，应该说还好他前面剧本很支离破碎，我只能这样讲。我昨天在玩的时候，我说看这剧本怎么后面都会乱写，就是后面的剧本不同章节其实转不同章节之间的衔接很生硬。我打到破关，突然觉得还好，前面很生硬，真的太好了。你如果前面不生硬，都很流畅的话，你就会带入，就会你怎么讲，你就会对故事跟对你在外面这些旅游更有投入，更有共鸣。然后你看到越后面，你看到后面就更哭。车子飞天要解席德尼任务，要解席德尼的内串改造任务。真的还好，他前面很生硬，要不然你带入投入会更深。哦，我觉得那个选照片呢，真的是超毁，真的是超毁。这系统是哪一个天才想到的？あ、王子、ちょっとうちまで来れない。リードで原因不明の地震が起きててね。ハンターたちも調べてるらしいんだけど、手が足りないらしくてさ。わかった。じゃあ行こう。孤峰的觉醒，我就要打了。我们稍微看一下，等一下差不多来休息。他支线的东西，因为这个游戏的读取实在是太故意了，就是他这个游戏读取已经做得不好，然后他有很多小机制又让你一直去触发读取这件事，所以他的支线我应该就是等之后吧。我就是等。之后他更新完，就是让他的读取跟让他的移动比较友善，然后再。好，那我们明天来人中之龙吧。感觉野岛一成超，让我超想把他掐死。他时代也搞过一次类似的东西。对吧，等 DLC 跟能 patch 啊。啊，双方晚安。对，感谢大家陪我玩。对，感谢大家。我们稍微看一下。看一下西德尼。看一下北半球。转换一下心情。干，被说分 game 我可以理解。那真的是气死。对啊 ，OK， 感谢大家，还不辛苦。看野岛一成真的超火，把他掐死！我要看北半球转换一下心情。ここ車用品が多くて好きなんだ。あ、お前機械に強いもんな。哦，阿万也破了。ね、休憩しない？ああ。ランガウィータの近くで地震が起きてるんだ。デイブがハンター連れて調べに行ってるよ。この辺じゃ今まで地震なんてなかったから。十五不是野岛 ？OK， 好，谢谢。私も揺れた。是 DDFF 的编剧哦，因为 DDFF 的剧情很强。デイブ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みて。DDFF 的剧情，如果你当初有玩过一代，你就会觉得一代是神剧情。那不是你有玩过一代，你就发现 DDFF 的编剧真是神编剧。哦。また来てね。
好 ，OK， 转换心情完毕。好，我们今天先打到这边，感谢大家。我去洗个澡，好，再洗一次。干，真的是无奈。欸 ，DDFF 剧情很厉害哦，真的很厉害。有玩过一代就会懂，有玩过一代再去看 DDFF 剧情，就发现 DDF 的剧情写的真的非常认真。一代跟 DDFF 的关系大概就像是弹丸论破一跟二一样。你弹丸论破一代是不是剧情其实不完整？是不是？你加了二代是不是后就变成神作 ？DDFF 跟一代就是这种关系。哎，大家有机会可以跑看 DDF。好，谢谢大家，今天打到这边，我要转换心情。早知道不要玩这一片，妈的，玩的心情一点都不开心。那战斗做的很好玩，可是没想到被剧情摆了一刀。好，谢谢大家，晚安。